诸位同学，大家好，请借着看这段文字啊，这是第八个例子啊，嘉兴图康喜宫，初为刑部主事，宿狱中，细寻助囚情状。得无故者若干人，公不自以为公，密诉其事以百堂官，后招审，堂官这其语一训助囚无不服者，设冤以十余人，一时连下咸松上书之名。我们看这一段，嘉兴也在浙江省，从了凡居士所举的这些例子，大多数都是浙江这个地区一些掌故啊，由此可知，举比喻这个原则一定呢要是在最近的地方提起来，大家都知道，这个才有啊公信力。而在时代呢，是越接近啊越好啊。图康喜他在刑部里面做官啊，这个主事是当时的这个官职的职称。他有一次晚上啊，在监狱里面呢，睡在监狱里面，跟囚犯们呢在一起，啊，细细的去打听这些囚犯的情状。于是乎，知道囚犯当中有不少人呢是冤枉的。啊，被人诬告的啊，涂先生他并不自以为公，他把这些情形啊秘密的写在纸上，送给他的堂官，堂官是他的上司啊，也就是刑部尚书啊，这刑部的尚书就是现在讲的部长。这后招审啊，过几天再重新审问这些囚犯啊，这个堂官呢，这路图康喜宫一些案情啊，来讯问呢这些囚犯，囚犯呢没有不服的。啊，那么这样呢，开始是冤枉的，大概有十几个人。啊，一时就当时这个事情传出去了，年下，年是皇帝坐的车子，年下了，这个意思就是说的首都京城，啊，皇帝所在之处啊。是年下咸松尚书之名啊，大家都对于刑部尚书的公正廉明无不加以赞叹啊。涂先生又想到一桩事情啊，下面说涂父秉月啊，公父秉月年谷之下了，上都渊明啊，说四海之广，照明之众啊，其无妄者，以五年差役减刑官啊，或时
而平反之。啊，这是他上的建议。啊，给这个尚书的建议。他是在京师京城这么这个地方，还有这么多冤枉的人。那京城以外，在全国里面，民众多了，哪里没有冤枉的呢？啊，想必冤枉人很多啊。啊，一是应该啊，五年，啊，派一位啊减刑官，啊，对于这些案件呢，重新来核实平反。这是好事情啊！这尚书为奏啊，他的长官这个刑部尚书同意他这个意见，把这个意见呢奏给皇帝啊，永其意，皇帝同意，使公仪拆监刑之力啊，图康喜公啊也被派遣为减刑官之一，啊，这个是平反呢，许许多多冤枉的人。他孟一审告之曰：“如命无子，今减刑之意，甚合天性。”这是感应，啊，自己能够修德积善。上合天心呐，上帝无不爱护一切众生，所谓是上天有好生之德。你的做法，你的建议非常与天心的相应啊，所以你命中没有儿子，现在上帝赐如三子，啊，这个他并没有求儿子，啊，没有求儿子得到这个感应，是借一子妖精世袭夫人有身，后生应云应坤应俊借显冠，啊，这是善因善果。这个文里面一子妖精呢，这是讲穿紫的官服啊，这个细呀，这个金的腰带，这个是高官的啊。我们知道古时候的礼服，皇族啊穿的是黄色的龙袍啊，那只限于皇族。文武百官，这个文官里面，这个紫袍啊，是爵位最高的，啊，大概都是这个尚书啊以上的，啊，部长以上的，这个官服啊才是紫色的，啊，这是一个例子，啊，下面呢第九个例子，啊，是褒贬。这个人呢，资助修缮寺庙，啊，也得的感应，加薪褒贬，字信之，其父为池阳太守，生七子，品最少，坠平湖原氏，与无父往来甚厚，不学高才，累举不第，留心二世之学。我们看这一段，嘉兴人褒贬，他这里连他的字姓之都写出来了，由此可知褒贬跟了凡先生相当熟悉。
他说包平的父亲做过池州太守，太守比知县呢高一级，跟这个知府啊是同等的官。池州是在安徽贵池县。他生了七个儿子，包平最小，大概他是儿女多啊，所以这个小孩呢就入赘平湖袁氏，跟袁了凡呢是一家人了，入赘他们家，与吴父往来深厚。了凡先生的父亲跟包平呢常常往来，这是好朋友的一个关系。这个人不学高才，但是累举不利，每一次去考试都没有考取，这不没考取。于是留心二世之学，这个二世就是佛跟道，他就学佛就学道去了。一日东游某湖，偶至一村寺中，见观音像灵立漏立，即解脱中得十金，受主僧另修物语，僧告以功大银少不能俊寺，复取松布四匹，剪切中衣，其剑于之内，主折系心志，其破情已之。平曰：但得圣相无恙，吾虽懦成和尚。我们看这一段。有一天他出外面去游玩，游某湖，那么偶然在一个村庄一个寺院里面看到观音像，大概这个时候下雨，寺庙里面房屋漏雨，观音菩萨的像被这个雾漏淋湿了，他看到很难过，就劫囊中，这囊是钱包把钱包打开看看里面还有十两银子，这个十金呢就是有十两银子，通通拿出来了，交给寺院里面这出家人，请他把这个房屋修好，菩萨不要淋到这个雨漏。这个出家人告诉他，他这个修屋修屋顶这个工程很大，十两银子太少了，恐怕没有办法完工。于是他又带着他这个随从这个仆人随从也带着一些旅游嘛，总带了一些行囊带了一些衣服那么这里面有四匹松布这箱子里面借这个打开来看看呢，还有七件衣服这个衣服都是新的衣服，没有穿过的里面有一些比较贵重的这个注折是麻的麻质的衣服折是夹衣，有单衣有夹衣，都是这个新制的。那么他的仆人呢就说算了吧，何必这个要捐献这么多包平就说了，只要圣相无恙能把这个屋顶修好观音菩萨像不要再淋到雨，他说我纵然是
赤身露体也无所谓。这是一片真诚啊。生垂泪月，舍隐皆不易，又非难事，只此一点心，如何易得？出家人听到他这个谈话非常感动，他说布施银两以及这些衣服布，这个不是难事，这一点真心呢太难了。后供完拉老父同友续四种供梦切兰来谢曰：如子当享世禄矣。后子病生圣方借登地做闲观。宝瓶等待这个庙里头屋顶修好了就拉着他父亲一起去看去到这个晚上也住在这个寺庙里面宝瓶晚上梦到伽蓝神，伽蓝护法神护法神呢来感谢他他说你的儿子会享世禄了得到福报了。果然以后他的儿子辩，他的孙子圣方都登地这个登地是指中进士的学位做显官，这是子孙贵贤之宝。那么这是修善寺院道场造佛像的功德很大，佛在大藏经里面有一部经叫造像功德经那么现在我们看到许许多多地方造这个大的佛像中国现在兴起了，外国也有我在马来西亚槟城极乐寺他们去年就造了一尊30多公尺的高的这个观世音菩萨列像那么我们要问，这造像到底有没有功德呢？看到包品这个故事就晓得，造像确确实实有功德但是功德必须要具足条件，如果只造佛菩萨形象没有弘法利生，一般人看到佛像认为是迷信，这个像造在那里不但呢没有利益，反而让许多众生造罪业，这就错了所以弘法利生非常重要，一个道场一定要讲经，一定要修行，所谓是皆门行门，皆心相应，这个重要皆门里面中国的宗派很多属于哪一个宗派的道场，一定要依据这个宗派的经典来修学这些经典要读诵，要研究要讲解透彻，落实到自己生活上，这才具足了功德这个佛像前面曾经跟诸位说过表法的意思佛家用这种方式
时时刻刻提醒我们，一般群众见到观世音菩萨像就知道我要发慈悲心，要像观世音菩萨一样的慈悲，帮助世间一切苦难众生，这个像的功德就大了。如果不晓得这个道理，把佛像当作神明来看待，到那里去烧香膜拜啊，求福求寿求儿女求升官发财，那叫迷信啊，那就错了。我说到此地，同学们应该能体会得到了。我们在现代这个社会要怎样学佛，怎样才能得到佛法真实的利益？行门里面也各个不相同啊，像天台他修止观啊，禅宗里面啊他参话头或是用观心啊，密宗里面用持咒啊，我们净土宗里面用持名念佛，玄定一门呢，功夫不能间断呐，啊，都能够得到清净心，都能够成就戒定慧。这个是道场啊真实的功德利益。再看下面呢第十个例子啊，知力知福啊，这也是浙江嘉善人啊，他姓知，单名叫烈啊，那么他的父亲为刑房吏啊，在衙门里面啊管刑事案件的。他有求无故献重批啊，他知道有个囚犯确实是冤枉，被判了重刑。啊，可能是判了死刑，啊，意哀之，他的心里明了，非常同情他，欲求其身，啊，他帮助他，啊，脱他的罪。这个囚犯呢，知道这个知力的父亲呢这一番好意啊，来替他辩护，是求与其契约，知公加义愧无以报，明日言之下乡，说如以身似之，彼或肯用意，则我可生也啊。囚犯跟他妻子商量啊，他志工有意思帮助我啊，来脱离我的这个刑责。他说我很惭愧呀，无以报答啊，这是救命之恩呢。他说明天呢你也可以请他下乡啊，大概他们是乡下人。而且跟他商量啊，要他以身饲之。他说或者职工啊会更用心啊，这样子我可以能够
生还了。吸气气而听命，这个太太也非常贤良，果然就照这样做了。说接至，其自出劝酒，居告以复议，之不听，作为尽力平反之。那么这个囚犯的太太，自己出来劝酒，把她丈夫的意思告诉职工，职工听了之后不接受，所以不接受了，还是全心全力把他这个案子平反过来了，求出狱，夫妻登门叩谢，公如此厚德了，万事所惜呀。这个是很难的一桩事情他能做到大公无私用真诚心呢来平反冤狱这个囚犯的夫妇来叩谢的时候，他说：“你今天没有儿子这么大年岁还没有儿子，无有弱女啊，宋为冀州妾，此则理之可通者。”他说：“我有个女儿女儿也长大了他说我送给先生呢去做妾希望呢将来给你生几个儿子。”这个在理上呢是能讲得通的知为背礼而纳之这个知先生同意接受了以后就生烈这是知烈父亲呢做这样的善思若观众魁观之寒林恐怖烈生高高生禄皆共为学博乐生大人等地后世的子孙逐渐呢发达了这个知利若观众魁这是20岁这就是考中了进士了官做到翰林孔目翰林院的书记官知立升高这是知县的孙子了高升禄这是几代了你看看这几代皆共为学博这个学位呀，前面讲过贡生学博是州县学校里面的教官禄升大伦登第这是陈进士中了进士都有这许多显著的果报地区大概都是在浙江嘉兴这个不远的一个地方由此可知了凡先生当时提出这些人呢大家都知道都很熟悉足以为证明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后面的文字是总结凡此十条所行不同同归于善而已都是做好事我们读了之后想一想都是利益别人的事情全心全力利益别人利益社会利益国家今天我们的心量
更要脱开，念念要想到利益全世界。我们哪有这么大的能耐能够利益全世界呢？纵然是小小的善事，我们有一个愿望，希望跟全世界的人做一个好样子，这就是利益世界。事无论大小啊，但看你用心呐。所以谚语常说啊，量大福大了。如果我们心量大，一点点小善呢，都变成无量无边的善德。如果心量小，做的善事再多，福报也不太大。由此可知，心转境界是真的。下面了凡先生进一步的在教训他的儿子，告诉他什么是善，这很重要啊！必须有能力辨别。请看原文：若夫今而言之，则善有真有假，有端有曲，有阴有阳，有是有非，有偏有正，有半有满，有大有小，有难有易。这一口气说了八对呀！皆当申辩呐！都应当辨别应当清楚。为善而不穷理啊，在自为行持，岂知造孽，枉费苦心，无益也。现在这个世间有许多人都在修善学佛门里面人更多，学佛多年，行善多年，没有好的果报，于是怀疑了佛法不灵啊，转过头来去学其他的法门，学其他的宗教了那你就能够得到好的果报呢？未必呀！为什么会有这么情况发生呢？就是对于这个善呢，到底是真是假是邪是正，是偏是圆，不知道啊。自以为是善，经过这些有智慧德行的人跟我们一分析原来是罪业我们要想修善积德，首先得把这些事情搞清楚那么现在我们一桩一桩的来研究它底下第一段真假何为真假呢？这个必须要辨别他举例子说，现有儒生书辈儒生是念书的学生呢，一中风和尚中风和尚元朝时候人这是一代高僧他的著书很多，我们净宗学会成立有时候也不免随俗做这个
超度的法会。啊，我们的超度跟一般寺院做的不一样。啊，我们只采取一个方法。多半呢是在佛期圆满之后的一天，我们做一堂三时系念的佛事。啊，三时系念这个佛事的仪规就是中峰和尚做的，啊，他的作品。啊，这个佛事名扬两利呀。啊，这些年来我们在中国在外国啊普遍的宣扬啊，所以净宗同修对中峰和尚啊不会生疏。说外语啊，这是有一些念书人向中峰和尚请教，他说：“佛是论善恶报应，如影随形呐。啊，这佛家跟道家都常讲，啊，善恶报应如影随形。他说：今某人善，而子孙不信；啊，某人恶，而家道隆盛。”佛说无极矣啊，那佛这个说法靠不住啊！啊，为什么看到这个人做善，他的子孙不发达；这个人做恶，哦哟，他的家道非常兴隆。啊，现前社会上这些事情有啊。那我们不但听说过，我们也亲眼见过。你看中峰和尚怎么给他解释呢？啊，中峰云：“凡情未剃，正言未开呀，任善为恶，执恶为善呢，往往有之啊。不罕极致是非颠倒。”而凡遇见天之报应有差乎？中峰禅师这个话说得非常之深，一般人不懂啊！啊，我们是凡夫啊，凡夫这种情染没有洗涤干净，我们的法眼慧眼没有开啊。所以常常把事情看错了，看颠倒了，把善看作恶，把恶看作善啊，有这个事吗？真有了啊。所以你不感到自己的是非颠倒，你反而去责怪天的报应不公平，你是罪上加罪啊。啊，众议啊，这些们学生们讲，善恶何至相反呢？那我们为什么把善恶看颠倒了呢？中峰令世言其状。啊，老和尚有智慧，老和尚有教学的手段。啊，不必解释。啊，叫他们自己说一说。你们讲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讲给我听听。啊，一人为利人偶人是恶，敬人礼人是善。啊，有个学生就讲了，骂人打人这是恶啊，啊，恭敬人啊，礼敬人这是善呐。中峰云：未必然也。啊，你说的话未必。啊，又有一个学生说，贪财妄取是恶，廉洁有守是善。
中风云未必然也。众人列眼其状啊，许多学生个人说个人对这个善恶的看法，中风禅师全不同意。可见的这些年轻人知识浅薄啊，看问题只看表面，没有深究啊，往往把问题看错了啊。中风禅师把他们的看法否定了，这些学生就向中风禅师请教啊，那到底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中风告知曰：由业于人是善，由业于己是恶。这把善恶的标准定出来了。你起心动念、言语作为是利益别人的，是利益社会的，是利益大众的，这是善。如果是自私自利的，那是恶。啊，有业于人呢，则偶人利人皆善也。啊，你对这个人有利益，你打他骂他，善哪？父母教训儿女，有时候打，有时候骂了，为什么呢？为小孩好啊，那不是恶，那是善啊。学生不守规矩，老师处罚他啊，在过去有体罚，现在学校好像没有了。我念书的时候受过体罚了啊，老师打手心罚跪，我们都遇到过啊。这不是恶，这是善啊。说有业于己，则敬人利人皆恶也啊。如果是为了自私自利啊，恭敬人礼敬人，那什么？那是八戒，那是恶，那不是善呐。这是中风禅师教导这一班年轻人呐。设故人之行善，利人者恭，恭则为真；利己者私，私则为假。这个真善假善一定要搞清楚啊！啊，决定没有私心，决定没有自利，起心动念、言语作为，都是利益社会、利益大众啊。今天讲是利益世界啊，是利人，是大公无私，那公是真的。这个善是真的啊，利己那你是私心啊，私心这个善是假的，不是真的啊。又根性者真，细迹者假啊。这再进一步说，如果发心，你这个发心是从你真心里面发出来，利益大众的，这是真的。如果看到别人做，我们也去模仿，切记是模仿，这是假的，不是从你真心里头生出来的呀。为善呢，最重要的是真心呢。我们前面做的十个例子，这十个人修善，后面都有好的果报，什么原因？真心
啊，只知道帮助别人，绝不求一点自私自利。啊，真假要从这里辨别。又无为而为者真，又为而为者假，皆当自考啊！啊，自己要细心去考察了。啊，我们无为而为，就是我们所做的这个善事，不露痕迹，不需要让人知道啊。你做的这个善事是，这是真的啊，这叫因德啊。如果是有为而为，你是有企图，是有目的，你才做这一桩善事，这个善事是假的啊。这些地方都要自己认真好好的去审查第二呢，讲端取啊，何谓端取呢？了凡先生说，今人见景愿之事，内称为善而取之，圣人在领取狂捐至于景愿之事，虽一向皆好，而彼以为德之罪，是世人之善恶分明与圣人相反，推此一段，种种取舍，无有不谬啊。啊，这一段说什么叫端，什么叫取啊。现在的人看到谨慎啊，这个不取将的人都称他这是善人啊，社会上都很尊重他啊。可是古时候的圣贤，他宁愿欣赏这个人呢有志气，肯进取啊，或者是安分守己不肯乱来的人，因为这样的人他才有胆识啊，啊，他才真正能够为群众服务啊，为国家担当大任啊。如果这个乡里的人虽然很谨慎啊，虽然是个好人，个性非常柔弱，随波逐流，没有志气，没有担当，这样的人啊，夫子称为乡愿呐，以为德之罪呀，啊，德之罪，他不是一个好榜样，啊，人人都学他，那就坏了。所以世间人对于善人恶人的标准，跟圣人恰恰相反。啊，说推此一端呢，种种取舍，无有不谬啊。啊，谬是错误。啊，那么圣人怎么样去学？圣人是个明白人，有学问，有德行，有经验的人。啊，他们能够辨别善人恶人啊，
底下几句话说得好：天地鬼神之佛善祸因，皆与圣人同是非，而不与世俗同取舍。这是讲到天地鬼神呢，他们的见解跟圣贤人呢相同，与世俗人的这个看法确确实实不一样。鬼神如何福善祸因？前面举的这些例子，我们都能够观察得到啊。那我们要问，鬼神是不是有权啊来将这个祸福降临于人呢？没有，这个要懂得，鬼神并没有权。就好像我们这个世间人，有人行了善事，有人做了恶事，这个执法的人员，那些刑警，来加刑罚给你，是不是他有权加呢？不是，是因为你犯了罪呀，他才拿手镣脚铐来铐你呀。你不犯罪，他不敢侵犯你呀。天地鬼神呢，就像刑警一样，是因为你自己造作的善与不善，所以他来嘉奖你，他来惩罚你，这个奖励惩罚都是自作自受，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好，我们今天讲到此地。